无辜九剑还阵。 阎王寨的老二，不死侏儒。恁才是老二，知道了也没用。反正今天你们都得死。老板，该恁出仓了。 分身大法，你就是杀害舒贵妃的凶手！你们换了我的刀！老板，俺实在是等不及了，先让俺享受着美女吧。